极乐世界，幸福国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菩萨修行之道，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圆满之诸佛，安乐加究竟集精之源，因成就殊胜佛法而存在。然而，成就佛法要用来修行的方法，因此，咱现在来解说菩萨的修行。现在我拥有这只大船，如此难得的殊胜人生，我必须载着自己和其他众生渡过轮回之汪洋。为了导致笔画日日夜夜心无散漫的文思修，那是菩萨的修行。在故乡对亲友的执着，如大应那一波汹涌；对修德的清芬，如大火那一波燃烧。无在乎何时何非的如此黑暗，战胜一切，舍弃故乡，这是菩萨的修行。离去恶业的处所时，烦恼渐渐消失；心无散漫的时，身形自然增长。Thank you.
灵界变得更加清晰时，对佛法的信心随之增长，以及破净处，乃是菩萨的修行。多年的笔友将分离，努力争取的财物将被留在身躯，心舍这个过客将离开身躯这个旅店，放弃对今生的关注，乃是菩萨的修行。结交损友，三道更加强盛。文思修即体检，自一笔即消失。表面无适合的朋友，那是菩萨的修行。永乐神帝说，一个人过世将渐渐消失，良善的品质将如一碗新粿般渐渐盈满。是神帝说，比自己的身躯更加珍贵，乃是菩萨的修行。自身加进于轮回的世间，甚至也阁会当保护虾米人呢？皈依永无离弃之护主，三宝乃是菩萨的修行。佛得告得，三好得，无可忍耐之痛苦，乃是不善业之果。因此，即使失去性命，也绝不重视恶行，乃是菩萨的修行。三界之喜乐，如草上的露珠，一瞬间就无去，是本质。求处不变之无上解脱，乃是菩萨之修行。
自古自无始以来，所有曾经爱我的武将正伫在受苦，我的快乐有啥物用处呢？因此，为着无量众生离心向获得正悟，乃是菩萨的修行。所有痛苦无例外，都来自渴求自身的快乐，圆满生活来自利益他人的念头。因此，真正予伊自身的快乐来换受他人的痛苦，乃是菩萨的修行。如果一个人受够期待贪欲苦事，夺取了我所有的财富，或者是使人他人安尼做，那呢，将我的身躯、财物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功德回向给伊，那是菩萨的修行。如果有人一掌斩下我的头，即使我无丝毫过错，透过悲心的力量，但有伊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即使有人用各种歹听的话口舌我，并且在千万的世界中四处宣扬，出于自卑，我赞美这个人的功德，乃是菩萨的修行。在大型集会之中，某人用不良的言语讲出我隐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伊行礼，视其为法友，乃是菩萨的修行。
让我当作家己人来关爱的人，待我为受着如母亲爱破病的囡仔迄一般更加爱伊，那是菩萨的修行。即使当时或者是报销出于交办而恪尽所能的后世挂，恭敬的是因为头顶上的上师，那是菩萨的修行。耶稣虽然我具有名望，受人敬重，如财神那一般富有，但去了解世间的财富和荣耀欠缺本质，并且利益交办，那是菩萨的修行。如果无克服自己的清分，愈去甲外在的敌人交战，敌人的数量就愈多。因此，用自闭的军队来调伏自心，那是菩萨的修行。一切生起之现象，内心之制作，心的本质离依概念之限制，认清心之本质，然后停留在这个认识之中，无制作，无持有主体和客体的概念，那是菩萨的修行。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台湾尊胜法林佛学会举办破迷显智马哈嘎拉金刚舞暨彩沙坛城大法会，
为利益尽虚空计，一切有情，彻底消灭众生内心无明烦恼所显现的不净诸相，彰显内心本有的功德。来自印度康巴嘎寺潜修中心的龙头瑜伽士阿曲长老将率领瑜伽士与全寺60位僧众全程参加，如同在印度扎西囧参加法会。第九世康祖法王也特地拨空前来参与法会的后四天，这是传承加持力非常殊胜的法会。各位菩萨，在线的人，这一次康祖法王与阿曲长老将会率领将近60位的僧众，在新北市的泰山体育馆举办难得一见的马哈嘎拉大法会。在这个法会里面，有着前所未见的金刚舞以及难能殊胜的坛城的摆饰。在这样的法会当中，它所呈现出的是可以消灾以及除障。这样的消灾除障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是因为在佛教里面说，一切的灾厄障碍是由内心而起，因此马哈嘎拉的法会主要的是要破除我们内心的我执与无明。当内心的我执与无明被破除了之后，外在的灾厄、外在的障碍就会完全的被遣除。而在马哈嘎拉的法会里面，破除障碍的呈现方式是金刚舞。金刚舞是由每天不同的舞蹈来组成。当我们观看金刚舞的时候，应当要明了，这不是一般的民俗舞蹈。金刚舞是我们内心佛性的功德之彰显，也就是当我们观看着金刚舞的时候，应当要明了，所有的舞蹈、所有的装饰都是将我们内心的功德彰显于外，而来破除无明。因此要秉持着信心，秉持着恭敬心来观看舞蹈的。那么在长达十几天的法会里面，我们应当保持着怎么样的心态来参与呢？我们听不懂法会的念经的内容，我们也不知道整个仪轨是如何的进行，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要让自己的心能够安静，然后秉持着信心，对着在面前所摆设的坛城，理解到这是我们的佛性功德，佛性的功德以这样的形象来显现。所以当我们看到色彩缤纷的多罗玛也好，或者是坛城也好，呈现在眼前时，应当要理解这是诸佛菩萨的功德的展现。所以你秉持这样的理解，我们合掌，我们礼拜，我们抱持着虔诚的心来绕转时，都能够因此让我们消除障碍，让我们能够积聚资粮。而一旦障碍清除了，资粮具足了，很自然的，我们内心的佛性就会开显，就达到了明心见性的境界。在内心中，我们种植下了解脱的种子，而在生生世世又能够因为我们礼拜供赞了马哈嘎拉等所有的护法神，让我们生生世世都有着护法神的陪伴。在菩提大道上，我们有着最坚定的友伴，伴随着我们一直到成佛的果位。所以这样殊胜的法会，我们竭诚的欢迎各位来参加，无论是一天也好，两天也好，甚至是全程参加也好。因为一天有一天的利益，两天有两天的功德，我们能够因为这样的参与，确确实实的让内心的障碍消除，自心的佛性来开显，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自己安住在心中的佛。因此在3月12到25号之间，希望各位都能够尽量的拨空前来参与这样殊胜难得的法会。这种法会在台湾是第一次举办，请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谢谢大家。破迷显智，马哈嘎拉金刚舞暨彩沙坛城大法会，法会日期3月12日星期二到13日星期三，7点半到18点前行法会；3月14日星期四到16日星期六，7点半到22点沙坛城之座；3月17日星期日，7点半到18点摆设严氏坛城；3月18日星期一到25日星期一，7点半到18点法会正行，地点新北市泰山综合体育馆，新北市泰山区公园路54号，详情请洽台湾尊胜法灵佛学会02-2883-5192，02-2883-5192，欢迎信众全天免票自由入场，将获毕生难能值遇的佛缘。普里正觉精舍圆通寺联合举办传授护国千佛南众三坛大戒戒会，通启恭请三师比丘坛、菩萨坛果清律师为德戒和尚，果清律师为秉戒德戒和尚，天音律师为结摩阿舍离，天音律师为秉戒结摩阿舍离，果良律师为教授阿舍离，果良律师为秉戒教授阿舍离，开堂和尚圆西法师。传戒日期108年8月19日起至9月19日，共计32天。报名日期即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地点圆通寺，南投县埔里镇观音路88号。电话0492912480，0492912480。传真0492914728，0492914728。email。jytcjwyh@outlook.com， 户持账号21447542，21447542，户名正觉精舍，请注明户持戒会。他用水果先盖上盖子，供佛时再打开，祈愿他少吃肉食。水果的香味供佛，这个香味就可以把他的肉味的执着消除掉，大家了解吗？对于爱吃也为肉食的人，可为他用水果先盖上盖子，供佛时再打开，祈愿他少吃肉食。今日是六斋日，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瓣，不旁有道心，不管听寡母，不非时事，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随喜功德，阿弥陀。